昨天晚上你做了几句广东话，大家很喜欢，要不要今天再来几句吧？大家好，我是全红心，多谢大家。要不要给大家个祝福啊？大家天天开心，恭喜发财。大家好，我是全红心，恭喜发财。我觉得很好玩。那你觉得来了香港几天最好玩是什么？都好玩，哪都好玩。那你有去玩过吗？还没有。香港观众还看到在奥运现场都不会看到的示范，龙道一现场表演跳水加跳远。一众梦之队成员示范集体跳水。要很有默契才不会相撞。这么多人一起坐电梯上高台，就出现尴尬一幕。